位网上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Venus。今天呢，我带大家来到这个不丹的海螺。今天是他们的节庆财聪节，就是Chechu。现在的今天，我们看见有好多好多的民众来到这里参加这个节庆。待会儿我会带大家上去看一下，在这里的节庆是什么样子。待会儿见，嘎登切。